看见这只龙虾了吗？抓住它就可以大吃一点了。哎，要跑掉了。这个龙虾很重啊，我当时根本就提不起来。哎，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要可以大吃一点了啊。有了笨菜以后，我们必须找一个素菜。哎，我发现一个素菜，这里有个芹菜啊。这样的话，荤素搭配更加的有营养啊。先把波士顿大龙虾的尿液放一下啊。哎，很快就来了。水很多，先给老六喝一点啊，让他解解渴。老六太渴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水放到那个罐子里啊。等一下，我也喝一点。清洗干净后就可以高端的吃了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煮个半个小时就好了啊。先看一下这个辐射炉，好了，搞定，出锅，放上一点点鸡精，这样更加鲜啊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终于可以吃饭了啊！先来一点这个水啊，压压惊啊。